还赵明夫的家人，还马来西亚人一个清白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，下一个受害者可能是我们的孩子，也可能是我们的朋友，也可能是我们的亲人。所以确保说，来届大选现在已经倒数五天，倒数五天，我叫倒数五天，倒数五天就要实现这个改朝换代的这个历史性的一个重任。所以为了我们子孙的下一代，为了我们国家的未来，我希望各位亲爱的8.0的马来西亚同胞，这一次一定卡里了。5月5，人民不再苦。5月5，明年上台好政府。马来西亚55年第一次政党轮替，我们在中央让明年上台做政府，让我们一起在5月5号改朝换代，告别腐败，5月6号新政府上台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Candidate.